No, not a typical romance. I don't like plans. Num bar já xinta e tu. Dinho a chanla de ren. Xixama ren. Já canjo não tô tio. O já xingue. Tensão aí de chiva. Meu dia. Não fuxi tá. Xingou a mãe. Nira de chiram. O dia de tu.我觉得冷总这次的设计理念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似乎还是和我们林志一直以来的商务定位有那么一些违和。既然要转型，我们就要迈出从稳到新这一步，从未出错就代表从未出彩。冷总这一步迈的是不是有点太大了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们来看一下。 我们这款新手机的设计，线条非常的运动，而且款式潮流，还有丰富的功能，这符合当下年轻人对手机的需求。周总，这是我做的策划案，您看一眼。孟总，我没想到你跟冷总是这么一层关系啊，更没想到的是你已路人视角@拍视频的方式来进行推广，这招好啊，无招胜有招啊。周总，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别不好意思啦。 热搜第一名了。策划案不用看了，我相信你没问题的。下手这么狠，我相信拍视频的实力。孟总，合作愉快。啊，合作愉快。 不好意思，接个电话。这几个意思呀？哎，我没听错吧？你居然主动给我打电话？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解释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衣服没送到吗？少给我装蒜啊！我说的视频的事情。视频？ 什么视频？老师，你又告诉我。你没有权利擅自把我的私生活暴露到人前，而且还是用这样的方式。你不觉得很低级、很丢人吗？我要是不同意呢？我管你同不同意。气氛轰到这儿了。
我也许会改变主意。如果你足有耐心的话，彭总啊，袁总，我去给你们倒点咖啡来吧。不用了，我就这样吧。既然今天蒙总这么忙的话，这个会咱们还是改天再开吧。散会。 而视频的拍摄角度，正好是行车记录仪能够拍到的角度。你既然那么想知道，我告诉你呗。那天是我帮你拦沈总。哥，咱不说那些了。我在国外就吃了这个，我想吃山羊肉。别打岔。 喜欢田姐姐吗？我这么做是为了帮你继承事实啊！我之前答应要帮你，肯定会尽心尽力帮你的。田姐姐人美，性格又好，追她的人肯定特别多。但是现在那些人肯定全跑了，田姐姐现在就属于你一个人了，开不开心啊？你这是侵犯别人的隐私，万一影响到别人的生活怎么办啊？如果田姐姐跟你不熟，她会通过法律的方式去告你，而且追求别人不能用下三滥的手段。 要正大光明的去追。好吧，我错了。以后不能再犯了。这种方式呢，我以后是不会再用了。但你是我哥哥，我都看出来你喜欢他了。以后我还是会用自己的方式帮你的。你要担心他生气呢，我去道歉。一定要给他道个歉。 服务员，打包。我还没吃饱呢。去吃涮羊肉。哟，田姐，这是跟你什么关系啊？联系一下袁博主，把视频删了。不是。 这才4个小时，咱们涨了10几万粉丝，就这么删了？哎呦，我的艾米姐姐，这事儿关系到田姐的形象，田姐最讨厌化妆去丑了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可视频下面基本都正面评价，田姐形象也很好，网友都说又相信爱情。你们看吧，网友从视频里面感受到了力量，受到了鼓励，还有跟喜欢的人表白呢。你有很多正面评价吗？啊，可不是嘛，田姐。 你甭说他们了，就连我这个满脑子只想挣钱的主，看了之后，都有点想谈恋爱了。哎呦，真甜！那也不能因为别人的幸福影响咱们田姐的形象啊。虽然这个形象很美很浪漫，那也得本人同意才行，是不是甜甜？那要不这样，让博主把原视频删了，然后把田姐的脸打个马赛克，再剪一个更甜的版本。 主要是我觉得第一次咱这么火，要是就这么删了，财神爷该不高兴了吧？嗯，什么财神爷啊？发不了工资就不发呗，大不了下位工资咱不要了，也不能把咱们田姐给坑了呀。对呀、啊，委屈了谁不能委屈咱们田姐？各位，苦日子熬一熬总能熬过去的。嗯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呀？共患难，赶紧删了。行了啊。 都别演了，艾米，发一个官方回复，内容是：你看过你的行车记录仪吗？然后发教程话题，趁这波热度，把我们派视频的商业价值发挥到最大。我这就安排，走了。
你又啊，天姐，不是一天就跟做梦似的。我是怎么都没有想到，这个周玉辉因为这件事情跟我……那这么说起来，冷思明算是你的福星，福星，嗯，灾星好吧？你想想，如果周玉真的是因为我跟他的关系刻意拉拢你，那接下来我就麻烦了。有什么麻烦的？在职场上，工作一旦跟私人关系搅和在一起，就等于在鲜花下面埋了一颗炸弹。 一旦这段关系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那么这个鲜花就会砰。你换个比喻，别总说我的花。为了让你的鲜花能够茁壮成长，我得离这个人远一点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等等等等，你还没告诉我你视频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呀？ 你来了，冷总好，还生气呢？冷总，我是来开会的，麻烦你让一下好吗？谢谢。是龙敢干的，我已经很严重的批评了他。这是公共场。冷总，孟总，周总，策划案我已经准备好了。那正好，我们上去开会吧。好。啊。 退哈，现在代言人的甄选还有营销都是由我来负责。哎呀，那太好了，那这次合作一定很顺利啊。时间差不多了，上楼吧。好。冷总，周总，可算找到您了。 你怎么来了，周总？冷总，在你们开会之前，能不能耽误几分钟？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。有事儿晚点再谈吧。这里是灵芝啊。正因为这里是灵芝，我更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某些人拿着剽窃我们瑞达的策划案，在这招摇撞骗。 不好意思啊，冷总，我之前刚去过五行传媒，这才知道周总和孟总已经来灵芝，我这就不请自来了。老肖，有事咱俩私下里沟通行吗？周总，我们瑞达和你们五行合作了这么久，你就算是换人，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误会啊，老肖。哼，其实啊，这个行业里啊，存在一些良性竞争，无可厚非嘛。但是啊。 这派视频的所作所为，哼，我看我就够不上了。方慧在设计和阻止我去五行发布会之后，趁我办公室没人，便窃取了瑞达针对五行传媒做的策划案，并且把这个策划案给了派视频的负责人。 就是这位孟总，这一系列的操作，足以证明派视频是有违反行业竞争规定的恶性行为，更可以说他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五星传媒和灵芝集团要和这样的人合作，我担心你们的企业形象会受到极其不良的影响，而且我们公司会追究你们还有派视频的法律责任。孟总。 要不要解释一下，肖总？您说的这位方女士是你什么人呀？我太太，怎么了？那您的意思是，您的太太为了帮我拿下五行传媒，向我泄露了瑞达集团的策划案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 这，我们夫妻俩啊，最近有些矛盾。这俗话说呢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但这件事儿涉及到商业机密，我就不得不说了。孟总，你还真是有手段啊，什么招你都能使得出来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视频证据摆在这儿了。
不是你孟总三言两语就可以掩盖的。我们公司的监控视频，肖总都可以拿到。肖总真厉害。别转移话题了，这视频总归不是作假的吧？不好意思，我打断一下啊，在座的各位都是视频行业的尖端人才，视频有没有作假，在座的各位应该比我还要清楚吧。 而且这件事情我们灵芝不方便掺和，所以我先回避一下，你们先聊，不好意思。那走啊，那走啊。哎，大学学的就是平面设计是吧？是。研究生今年刚毕业。段海哥，对，你有没有瑞达那个肖总他太太方慧的联系方式啊？ 行，你拿着简历去前台做个登记吧。啊，谢谢李总。啊，思明，以后在公司不要叫我哥，让人听见了不好啊。这不重要，你快点帮我找，救命呢！有那么失望火急吗？快快快！孟总，你到底有没有见过他太太？见过。哼。这位方女士确实来过我公司，是要定制一段视频。 拿了一些资料回去看。你说他拿走了资料，什么意思？是啊，我也很困惑。肖总，既然您说这位女士是您太太，那你又怎么证明这一切不是你串通你太太伪造出来，借此陷害拍视频呢？我证据是不是伪造的？法律能证明。周总。 既然肖总说我偷看了他们的策划案，那您大可把我的策划案拿去给瑞达的作比较。我的策划案反正你也看过了，有没有抄袭一目了然。哼，创意这个事儿，能那么容易说清楚吗？谁知道你能不能拿过来组合、拼凑、借鉴呢？哎，算了，我就不想跟你多说了。既然你这么死不悔改的话，那咱们就法庭见呗。 非要搞这么大吗？这是灵芝，你想让咱们在这丢脸吗？周总，今天我给你这个面子，但这个事儿没完。周总，这个事情我一定会妥善处理，不会让五星传媒受到任何影响。 久等了，马路上的人匆匆忙忙的，是为了早点回家。但如果没有家可回，那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本以为那天救了你之后，你会活明白一些，可现在看来。 一点进步都没有。我是真心想帮孟小姐，我真的没有想到肖瑞会发现，还闹到你们那儿去。现在不是宣泄情绪的时候，是解决问题的时候。我们都知道肖瑞的证据是真的，你也不想让孟小姐因此惹上官司吧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们救过我的命，就算我现在恨不得想杀了肖瑞。 但是只要能帮到孟小姐。
哪怕让我去求他也是可以的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并非是你的本意，但是肖瑞能不顾及你的面子把事情搬到台面上来说，证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一个不在乎你的人，你再怎么求他都没有用。那我怎么办？让我和他离婚？我儿子才5岁，他什么都不懂。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跟他离婚，他怎么办？ 而且我凭什么离婚？好让他和那个贱女人一起双宿双飞，逍遥自在。我明白你的感受，但是我有一个建议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。天哪，太吓人了！这么夸张，乙方和乙方抢生意，直接抢到甲方公司吵架，还把冷总给吓跑了。你不知道是派视频的女老总和瑞达的老总夫人勾结，哎。 瑞达的策划案直接给骗走了，所以啊，瑞达老总发飙了，直接冲进去骂人。怎么，我听到的跟你这不太一样。哎呀，管他呢，反正他们要打官司，到时候咱们就看好戏呗。林林，林文斌，你来干什么？ 我就是想跟你问一下，孟好田现在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？你实在最好的朋友，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。我手机号码被他屏蔽了，实在找不到。林文斌，当初是你说你忙，你不想娶他，现在为什么又来纠缠他呢？我找他真的有事儿。你打住，我就算知道，我也不会告诉你的。我也很忙，你请回吧。哎，蕾蕾。 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有点累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儿，可以跟我说说呀，别自己憋着。还不是因为孟浩天。你见他为什么瞒着我呀？我这不就是怕你误会吗？而且本来就是工作上的事儿，我觉得也没必要跟你说。这不叫误会，叫欺骗。不是我。 下周啊，我报了个团去欧洲游啊，八国12天才8999，合不合算啊？哎，你赶紧帮我办个签证啊，时间有点紧啊。对了，你那个大箱子借给我用一下啊。我现在在外边有点事儿啊，我一会儿过去拿。哎，我要那个大红色的啊。
怎么又先斩后奏啊？下周几啊？办签证是需要时间的，你知道吗？才8999，我好不容易抢到的。可是要是你签证下不来，这钱不就白花了？能那么巧吗？哎，我就那么倒霉吗？啊？妈这点钱都不舍得。你说你啊，在外边背着上百万的这个债，我看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？妈，他好歹是我爸。你爸怎么了？是你爸把你养大的吗？啊？是他供你上学，供你穿，供你吃吗？打小他就什么都不管你，现在倒好，往牢里这么一蹲，什么破事都扔给你。妈，我都说过多少次了，这事儿是我自愿的，而且那些受害者都是普通老百姓，我爸那个钱要是不还的话，你让人怎么活呀？他们怎么活我管不了啊，我看你都快活不成了。行了，我不想跟你说了，我一说这事儿我血压都上来了。不管我是不是啊？行，你找别人管去，啊？哎，吴姐，今天不是还没到时间呢吗？这个月能不能提前几天啊？我爱人住院了，急需要用钱，可是我手头钱不够啊。其实钱的事情呢，我们既然定好的日子，我是不应该提前来找你要的。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，刚刚医院还派人来催着我交款，我周围亲戚朋友都借遍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那现在他们都知道我如今的情况，谁还愿意借啊？好，我明白了，我想想办法。好好，谢谢啊，拜托了，孟小姐。小甜甜，我都还来不及拷问你，你就自己上门了，怎么样？帅哥表白了吗？喂，怎么了吗？蕾蕾，行了，别支支吾吾的了。50000够吗？30000就够了。等我拿下五行那个 case， 我会按照市场的利息加2个点还给你。就你规矩多，跟我那么见外干嘛？不过我跟你说，这最后一次了。下次有这种事儿，别找我。你以为我想找你帮忙呀？我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哎呀，我说你不开窍呢。你现在不是有冷思明吗？这多好英雄救美的机会啊！这时候呢，你就应该示弱，一借一还，再请个感谢饭，这多制造相处的机会，感情不就有了吗？别了，自由跟亲近不香吗？我还是欠你人情好了。不用了。哎，你这，哎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啊？喂？喂？喂，妈。郝田，你快来医院一趟吧，出事儿了。
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李叔叔，这是张叔叔。张叔叔，李叔叔。哎，你俩先吃苹果呢。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妈，你这着急忙慌的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吓我一跳。一个头晕，一个胸闷，这不我就把他们带到医院来了吗？我钱没带够。不是，他俩住院，为什么让你出钱呀？哎，这事儿吧，这事儿还得怨你，怪我。我不是让你办那签证吗？你一肚子不高兴，那我就得自己想办法，是吧？哎，这老李说呀，他有办法，他还说他陪我去旅游呢。这老张一听啊，就不高兴了，你知道吗？他说我的事儿不用别的老头管。这老李一听急了，俩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你就行啊你？怎么了？我不像你，年纪轻轻的，身边连个男人都没有，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行，我为你感到骄傲，行了吧？那倒不用，给我2000块。没钱，算你借给我的，行不行？回头就给你，啊！再说了，哎，万一他们俩觉得谁都没有追上我，俩人再联手追究我的责任怎么办？最后一次了啊！好了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先走了啊。谢谢啊。哎，我那签证的事儿，你帮我想想办法啊。别总打游戏，好好学习。我有急事出去一趟，你一个人在家好好待着，别到处瞎逛。直线进攻不行，咱们就搞迂回战术吧。管控师加点血啊，给点力行不行？护士给我加点血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我的，你还叫大聪明呢？大傻子，早，天津早，天津早，天津。瑞达发过来的。我知道了，咱们能逃过这劫吗？但愿吧。冷总，对不起，我没有拦住肖瑞，他还是给孟总发了律师函。预料之中。那怎么办？孟总是因为我才受到牵累的。按我说的做。喂，肖总，律师函我收到了。孟总。我们下午详细面谈一下吧。下午4点，我把地址发给你。你满意了？什么叫我满意了？我这么做可不是为了我自己。上次你闹那么一出，虽然是针对孟浩天，可打的却是周玉的脸，甚至是林志的脸。你有没有想过以后瑞达和五行还怎么继续合作？所以啊，我们为什么组这个局？我还不是想缓和一下和周玉的关系。你可好，非得让我叫上那个孟浩天。他那个破公司，广告也做，新闻也做，直播也在做，乱七八糟的。我都怀疑他到底有没有这些专业资质。
人家是正规合法经营的公司，每一项业务都有专业资质。他算什么呀？一个不知道哪儿冒出来的女人，坏我好事儿，凌志还包庇他。我现在严重怀疑他就是跟那个冷思明有一腿。你不要把别人想的和你一样。又来了。我不都跟你解释无数次了吗？我跟那个女人就是逢场作戏，你至于吗？第一，既然你是逢场作戏，那我麻烦你做得高明一点，至少不要每次都让我发现。第二，该回家的时候必须回家，我不希望孩子的童年是父亲缺位的状态。第三，除了年底分红，以后公司每次股东会议我都要参加。方慧，我警告你，你不要得寸进尺啊！公司的股份我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怎么着啊？我们都知道，肖瑞手里的监控视频是真的，你也不想让孟小姐因此惹上官司吧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你们救过我的命，就算我现在恨不得想杀了肖瑞，但是只要能帮到孟小姐，哪怕让我去求她也是可以的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并非是你的本意，但是肖瑞能不顾及你的面子把事情搬到台面上来说，证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。一个不在乎你的人，你再怎么求他都没有用。那我怎么办？做瑞达的股东，成为他的合伙人。这怎么可能？自从有了孩子，他公司的事我从来没插过手，这个时候突然要他分股份给我，他也不会同意啊。我之前略有耳闻，你们是一起白手起家创办的瑞达，那么如果你跟他提离婚，就有可能分走他的大部分财产。我知道你不想离婚，你可以以此为筹码分走他大部分股权，这样以后也有了话语权，对您的孩子未来也有所保障。然后我就可以以此为筹码，同时要求他停止攻击孟小姐，对吗？我是在挽救属于我的资产，你在维护和五行的关系方面可是一点都没有用心。我没有用心？你想清楚了，这件事是谁闹出来的？要不是你胳膊肘往外拐，还有那个姓孟的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有脸说我？你和那个狐狸精干嘛呢？孟女士，注意你此次的目的是什么？好了，我不想跟你吵架。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控制住局面，消除周玉对你的不满，缓和和五行的关系，所以你要配合我演好我们的恩爱夫妻，你不要让人家觉得你连小家都维护不好，更何况是公司。哼！另外，你明知道林志在包庇孟好天，那还不如放过他一马。虽然你是受点委屈，但实际上也是在为我们自己铺路。我们做的这一切，林志都会看在眼里。那你的意思是，以瑞达目前的实力，根本没有办法跨过五行和林志直接合作。但是，你要让袁总和冷总看到你的姿态，这就是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突破口。就算和五行那边没有办法破镜重圆，但我们也会有新的机会，不是吗？方慧，现在的你变了，变得让我另眼相看了。俗话不是说吗？小不忍则乱大谋，放了他。但还有一句俗话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所有的事儿我都可以，但唯独这个孟好田，我绝对不会妥协。你应该理智一点。我很理智。我告诉你，我能让他来已经很给你面子。怎么样，孟爱哥啊？坐坐坐。好。哎呀，今天这么有兴致，请我过来喝咖啡呀？想请您帮个忙，我下午有事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，所以想请你跟丽丽照看一下冷暖。哦，行，没问题。哎，你妹妹打算在国内待多久啊？我妹啊，她不想走了，想在国内读大学。
他14岁就出国读书了，那么小一个人在国外也挺可怜的，所以这样也挺好的。但是前提是得通过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，但是如果考不上，家里肯定还得把他送走。那他有把握吗？你猜。嗯，哎，我倒有个办法，可以试一试。袁总，我听说肖瑞组了个局，蓝思明也会去。我知道。真不知道这个肖瑞是情商低还是故意的。哼，也没有什么低不低的。冷思明现在可是凌志的大红人啊，不邀请他邀请谁？什么？肖瑞也邀请了你？哎，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我也觉得挺奇怪的。我看八成是陷阱。他现在应该恨你恨到不行，怎么还会邀请你去这种专门联系感情用的聚会呢？这要是鸿门宴，我怕你被吃到连渣都不剩。律师函现在就在我手里呢，这个时候他想找我聊，就证明还有聊的机会。我还是要去一趟。而且再说了，这次去的人这么多，肖瑞不会在这样的场合对我怎么着的。放心吧，方慧也在那儿呢。你不觉得委屈就行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与其这么辛苦，不如找个好男人嫁吧。这样的话题你还是跟我妈去聊吧，好吗？不过啊，今天你让我去我也去不了，这老罗呢提早已经回来了，现在小团正在快乐的享受亲子时光。哎，好了，不说了，你那边有什么事就打电话啊，别自己主意忒正。知道了，挂了啊。来，不能飞了啊，都不能飞了，来，快！好了好了，别玩了，快点洗洗手，快来洗洗手，换衣服，要不怎么出门啊？哎呦，看把你累的。走啊！哎呦，哎，等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呵，这一身汗。那玩的满身汗，平时缺乏锻炼了吧？我自己来。爸爸最好了。今天我们下午要去哪里玩呀？说服我吧，另一个答案，冷酷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。花开后总是等待着凋零，所以最高贵的蔷薇总是满身带刺啊。如果你要我，就别成为我的过去拙劣的复制品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少的本事，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没有被理解的甜蜜和虚。就别成为我的过去拙劣的复制品，让我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，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没有被揭开的甜蜜。